对开拓性的书。我不敢听你在正直啊。哎，我给你念一下，一律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哦，我这个人物演的是一个副市长，我觉得挺复杂的，挺复杂。他在不同的地方，他是有不同的面孔的。他在面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领导，拉着长枪慢慢说话，永远都有他的那个状。但是和陈冲演的媳妇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永远都是很暴躁的。咱俩就藏心吧。你很讨厌他，但是你又没法跟他分开。啊，这个戏一开始我就认为他不是我爸，所以父子关系在家里一直都不好。你是郑刚的儿子，养子而已。郑刚也是比较高明的，首先是从让你内部出现问题，也打中了最后的软肋。他的复杂人性扭曲畸形，他能够把这种复杂性演出来，我觉得非常准确。我必须得有明白。你们两位也不能再好了。有一场戏，国立老师非常厉害。我老给你看，好几刷的吗？你给我闹！这我即兴的，说老戏骨就是老戏骨，这东西啊，还真不是年轻人。瞬间就能走。张国立老师确实是经验丰富，他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对，不符合逻辑，我们再去聊。写的是强迫你们出来那一年，就会有人。我那不是偶然，那就是有人假装。假装偶然，假装俩字是你说出来，但是在戏剧里是要交代清楚。因果是他分析的是对的，我也觉得不好，但是我觉得必须得说，就必须得有前后逻辑的关系。我认为这段戏不是为我们两个的戏，是为你后边的戏剧如我的这个戏剧。如果你把这个点放在我们两个人身上，这个戏就错了。我们在想，好，今天就收工。在收工以后，他就会带着这个问题，他还在去琢磨。王丽，王丽，哦，早上六点钟我就想，这样的，这下午琢磨一下午，坐那儿。我在想啊，你给他挑明了说，也对，约定，在我面前，在人民公安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另外，这件也挺好，你们每一件都有很细节的，不一样。好的，好的，不能再好了。选举，选举，我觉得很好。我们因为年龄差不多，所以我们可能都有共同的一种追求。可以割个手，再拍一个呢。你怎么跑？累。他说：“导演，如果你坚持要拍，我便奉陪。”哈哈哈哈哈！